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新动力六百国际台，把历史融入日常，马里带你轻松说历史。今天是11月17日，星期二，让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又有什么趣事发生吧。1891年11月17日，中国女排首次获得世界冠军。前不久上映的夺冠大火，女排精神又一次感染了大家。说到中国女排的辉煌史，就还要从1981年的那次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冠军说起。有媒体评价当晚的比赛，中国队前两局士气旺，放得开，打得凶狠，拦得成功，吊得轻巧。那场比赛是开赛以来争夺最激烈、水平最高的一场比赛。中国队以7战全胜的压倒性优势击败日本队，随后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击败美国队。从此，女排精神成了不怕苦、不怕累、勇敢拼的代名词。茶余饭后去谈历史，锁定新动力六百国际台，世界触手可及。